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今天就要分享一个比较快的刷果方法给大家。那我就会用到这个新系列期间限定 Alpha 系列的这个角色，然后再搭上其他挺一般的角色一起用来给那个效果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首先就是要处理好这个 Battle One 的这个版面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是比较建议好友这边用马拉去解决掉它的。因为他用马拉的话，基本上那个魔法师是一个马拉的友情机就已经挂掉。然后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在3P 里面再下一只马拉。然后2P 的话，我是建议瞄准着这个彼得顿的中间，对，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正中间的位置。然后我这个平刷，然后再直接用友情机带走。就三手以雷解决掉。然后我讲解一下我配置上面，就是那个 Alpha 版双子的配置方面，这个配置的话，只需要一个有机之力，然后等级之书，战情之书的话，你就考虑我觉得战情之书是效果不大，但是就也可以装进去，对。然后文章力的话，如果有文章力，你如果之后都要刷果的话，也可以装上去。我这支账号的话是没有文章力的，所以它只是要一颗有机之力跟等级之书，算是一个配置比较低的阵容。然后我这边的话，我就再试一枪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个同样都是去刷这个木的二神殿，基本上你 1P 的属性可以不限，然后只要你好友跟 3P 用一些比较暴力的友情机的角色的话，基本上都可以顺利过这个 battle one。 那我这边我就先第二场以后我就先用一下这个伊古。那我伊古的话也算是一个友情机比较强的角色。那他这边我开局以后也是一模一样，就是先去装安娜塔西亚跟那个伊古的友情机，对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基本上是平刷就已经可以过板。那我双子就要像刚刚那一场去瞧好那个位置，那还是一样，就是建议的去放针中间。那我这边我就放大给大家看，就是瞄着彼得顿两个一的中间，对，就这个位置，然后去巨人利用那个混身的效果去把自己的速度降下来，然后把它夹在正中间，这边继续横刷，对，一下就把它收掉，对，那这个就大概是这样，然后我算是一个比较快的刷果方法吧。如果有新手朋友抽到这一支又不知道要怎么用它的话，我是挺建议可以用到刷果的，对，挺建议用在刷果的。然后其他配置方面的话，我是建议3、4P 一样，就是刚刚有讲过的，就是用比较暴力的友情技。1P 的话，我基本上就是属性什么的都不限，那我只是刚好那个小蓝没有刷果，就把它用出来而已。然后我这边我就再试最后一局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我最后一局的话，基本上我最后一局我在剪辑上面我是出了有一点问题，所以说那个阵容是这样，但是我到最后的出来的结果是两只马拉，对，我自己测试过，基本上就是你3P 跟4P 的话都是要使用两只炮击型的友情机，例如马拉，或者如果勉强一点的话，利友也可以，对。利友的话也不是不行，那建议的话就是雷射或者就是马拉这一种保证可以处理到，那你就可以确保你在三手以内去解决掉这个神殿，它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了。如果对，这个算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。那我这边我就再示范最后一次吧。那我这个2P我还是一样去瞄着这个彼得顿的中间，对。一模一样，我这边放大，然后就对巨人成功，然后把它放在正中间。基本上就算不是用安娜塔西亚，然后我用马拉直接横刷，对，直接收掉900万960万。那我今天的解说又到这边差不多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刷果的方法，可以按个订阅跟按个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